常久没有喝过松水。看啊，这个温度6.3到6.8度，这个温度不受地表温度干扰，说明它在一个恒温区。矿泉它不是所有水都叫矿泉水，你看这几种矿，比如氡啊、锶啊、锂啊、二氧化硅啊，它有偏硅酸，这些恰巧含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。哦，人就是矿物人，原子水平嘛。这样一来，对我们的人体就有极高的保健价值。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现代人缺少元素，他一喝热水好了，骨骼、牙齿、精神、皮肤都好，这就是矿泉的作用。你现在喝的水不是现在今年的，不一定是哪年的水，它的过程非常反复，叫过程，是我们的矿物质的呼吸，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系统。好像这么快就。好冰啊，有一种特别特殊的味道，有点阿尔山的味道，专属阿尔山的味道，真的很棒。